在队友我是真受不了、啊、妈双人路也不来，凭什么带我们也去吃野啊？一个个真的不知道在干嘛，这四个人全都是梦游的，那么一群怂狗。 JD 估计是被这锤子搞得没心情，这锤子的操作太搞笑了。啊，对，二分刘四是你啊？你怎么不说话、啊、我不知道是你。你说他都举个杯子，你为什么排到我不讲话？你看拍哈哈，对，不好，有睁眼吗？下一个，好，哎，我看咚咚咚咚咚，什么意思？你在就在旁边一直默默的听着，哈哈，太搞了。哦，快跑，拉扯。不是不说话什么意思啊？不说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应该没怎么说你吧？你还好，你说我是个呆子，好像你只说了一句我是呆子，就没那么夸张，没那么夸张。比起说就是那三个人没那么夸张，我到最后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你，然后我看那个锤是傻逼操作，我说这一地排到这辅助应该玩的挺难受的。哎呦！哎！哈哈！被你搞得受不了，亚鲁还是劣势啊！哎，补位的人能不能别开游戏啊？维鲁斯为什么能走到这儿过来呀、啊？你走也是走河道过来吧？啊，真的每盘队友都好傻逼，没有过正常的队友，这么臭。我维鲁斯也是个怪人，哦，是吗？我们的维鲁斯是嘎了吗？对，那没事的。他骂啥了？这个维鲁斯也是个那个，这是我排到他玩大虫的一滴，好像排到他了，先别告诉他，先亮个大虫子。我操！我没有办大虫子。啊！我笑死！你们在玩大乱斗是不是？一人进去出一个那个心之炎，再中了五比五算了。我去玩个啥？我看一下，我直接来一首沙漠死神。狗头在这，来大家一起变大呗，一起变大呗！真是嘎了，不许玩大虫子。真是嘎了，不喜欢大虫子。嗯，真是他，还好能那个沟通一下，万一这是个路人，我又糟了。